too. 10 minutes.注意这个动作哦。
可以速度稍微快一点的吧。这段音阶你要提前想好怎么走的。先要错一下，然后再往上弹。先要错一下，再弹。追求一下完美了，那就不要这里又错一下，那里又错一下。其实已经弹得很好了，但是你这已经弹，既然你已经能弹得这么好了，你就是要给自己要高一点要求，不要错了，从头到尾，好不好？不要断，不要错，提前看好，提前想好。如果是有什么地方容易出错的地方，专门挑出来解决掉，好吧？啊，可以，下次再练一下，弹个完美的曲子。对，你既然能练好的话，你就要稍微要求再高一点，就是不允许自己再出这样的问题，知道吧？你说你节奏啊，这些都能弹好，就是要刻意的去练习自己不要出错，
这个是需要刻意练习的。好，好，往下。我们前面这里是不是学过两个和弦？一个是 tonic， 也是 tonic 三的。来，哪个是？来，弹个 tonic C major tonic 给我看。哎，这不是 tonic 啊，那个一级是哪个？什么？一级。五七呢？这里面用的这个 tonic 和 dominant 和弦是不是都是什么？都是 block 的，对，一起弹下去的。好，现在换到了这首以后，你看和弦是不是还是一样的和弦？ tonic 一级，对不对？然后什么五七？五七和弦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还是 block 的吗？变成了什么 broken 是不是？本来是一起的，他现在把它打散了，变成了。好，反正没收没收，下面人都没收没收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呢？这什么和弦？这个也叫 dominant seven。你看 dominant seven 其实是有四个音，下午四节课三个学生起的。都是临时跟我起，你自己再去拿一瓶好吧。Dominant seven 其实是有四个音，这四个，然后转一个位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掉 B 变成是西发嗦，有的时候会去掉 D 变成这个，有的时候变成这个，有的时候是。先弹下右手，就光右手，先不要加左手，光右手 ，right， 二三，好，你注意一下，第一注意一下拍子，哪根有几拍。第二，注意一下他们是什么弹的，看到这条连线没有？叫长的、大的连线，把整个第一行的音全部连起来。二三，断开吗？我你断吗？对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在你第一次谱谱去弹一个曲的时候，你就要注意这些特别细节，是吧？首先最基本的是什么拍子，第四三拍啊，你可以先打七拍节奏，一二三，一二三 ，one two three， 你大概就知道它的律动是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啊。我们再来看音啊，音都是大音符，三拍一个，两拍一个，一拍一个，对吧？然后第三，看一下它的连线记号怎么弹的，是不是每个音都要连起来？然后这两个音是这里还有一个连线，把这两个音系在一起了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像加起来。什么？加起来。什么东西加起来？节拍加起来是不是？它是几拍？三拍。它呢？再像这一次。也就是说，你要保弹着它去以后，要保持什么？保持两个小节，对不对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直保持住。二三，那可以拿走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在你所有这些东西你都分析完了以后，你再开始弹，好不好？你养成一个习惯，当你开始弹曲的时候，你先分析一下它的乐谱，哪怕就是我先分析一下第一行，哪怕我先分析一下右手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 ，mezzo piano， 然后。连线是怎么走的，分句在哪里，看清楚指法，对吧？再开始好不好？来，什么音量，看清楚，脑子要想哦，动脑子。
两拍啊，一二三。分享核心，第一个是什么？一个 tonic 加两个 dominant 7，然后中间第二小节是什么？开灯吗？什么意思？rest 四拍的休止。它这个不叫四拍，这个是全休止，就是整个小节都休止，不管是几拍，不管今天它是4/4拍还是什么4/2拍还是4/3拍还是8/6拍。还是什么2/2拍，管它是多少拍，反正只要出现这个地方，就代表整个这个小节都没有声音，明白吧？好，现在弹下多久？哎，注意，我刚你刚那个练习，我教你怎么弹这个音阶，下把第一个音放下去，加一个什么？提琴。1、2、3。好，这个 dominant 7是什么？是 D， 是以 D 开头的 dominant 7啊。你可以慢，但是你试一下，一遍弹对啊。好，再来一遍吗？好，我们分析一下刚刚错在哪了。这地方哪里错了呢？应该是什么？单独再练一下这个和这个的衔接，来，哆咪嗦，然后 1、2、3。好，第二还有别的问题吗？没有了。你刚刚右手每个音都是断开的，右手应该怎么样？全部连起来的，不管我左手起不起，右手都是连。好，
律和这个旋律是不是走向是一样的？他们说是什么咪到什么 E 到 G 是个什么 skip 还是 step？ 嗯 ，skip。一个 skip 对不对？然后再往上走一个什么 step， 是不是？后面再重复，是吧？这是不是也是一个？但是它从发开始，从 F 开始，也是往上走一个什么？一个楼梯，一个 skip， 然后再往上走一个，是吧？模板是一样的。你模仿第一条旋律，再来一遍。空拍给你啊，空出来，两手一起，下面是什么？先是什么？咱们在 seven 再回到 F， 不要断开，是什么？Position change， 你要换一个 position， 五指换到这个 G position。
是什么音啊？Thank you.
人不会练错的了。好，我们看看后面是什么的。后面音型变了，后面变成了什么？八分音符出来了，一拍两个音。你要不要弹一下试试看？这一行你试试看，你先自己读谱读一下，然后你发现了什么，你可以告诉我。这一个音的实质等于你弹，出去飘下来的感觉，晶莹剔透的。Higher.
你这个首先啊，你会去做，我知道呀，我知道你看到这个很好，这个 Rutabando， 但是你做的太夸张了，没有那么夸张，你稍微放慢一点就好了，就有那个渐慢的意思。二三一，二三一，二就可以了，你不要就是。就太多了，做的太满了，不要做这么满了，自然。那红猫红猫感觉也就没有了。你就停下来，你不能让音乐停下来，好吧？啊，你刚右手明白了是这个意思啊。左手呢，左手就很简单，就和弦，什么和弦？这个呢，左边的 seven 去掉下面的，对不对？只剩上面两个啊。去掉下面的，对不对？去掉下面的，好，这两个是什么？然后，发声 F 和 G， 就是 F， 没有那些什么升降号，就是 F。连续，连续，全部连续。
出来了，然后你要把它练熟，好吗？先弹对，然后弹好，好不好？听下这曲子，它这个曲子首先它也没有它，你先弹慢一点，好吧？啊，注意这个左手的这个。进来行吗？
跟你谈及你心里的这个拍子有关。当你不想拍子的时候，就会出现这样的事情。当然说，我问你这个曲子是怎么拍的吧？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，一个小节有几拍？三拍。好，你现在数着拍子，从这里开始弹。是数一拍弹一个 one two three one 二三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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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二大三大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one two three 建议你开节拍器，但是你练，你稍微，但是你这个跟节拍器没关系，你是你练的时候，你脑子你就要反应过来嘛，对吧？它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这里一拍的时候等于是两个音，本来一拍弹一个音，到这里变成一拍弹两个音，对吧？所以你脑子要换过来，你先换过来，你再开节拍器了，你先这个概念要有。对，你开节拍器，你还是一拍弹一个，那还是错的，是吧？我说要仔细读谱去发现，就是谱上的细节是不一样的。还有这个就是，如果你数着拍子弹的话，你意识到了一个小节有三拍，然后你这么弹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明显就会发现错误。哎，怎么会有六拍出来？对不对？你会意识到问题不对，那怎么回事呢？你至少是知道这里有问题，再分析一下啊，是不是我弹错了？应该一拍要弹两个音。
那如果你是这样，就是没有反应，没有知觉的，二三。开头这个声部弹得好，但你稍微注意一下这些大旋律、大音符。如果他没有给你画这个连线的话，除非他底下写了一个 legato。看着啊，看清楚，待会儿不要回去。比如说，我看找一个什么曲子。不这里有，然后你看这个底下左手这个，它是没有，这是不是没有画连线，对吧？但它底下给你写了一个 legato， 意思就是所有的都连起来，它就不去画这个连线了，啊，所以弹起来是。分音符还好，有的时候我们就算没写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处理成连句。但是你看，你像这种两拍一个的 half note 这种大音符，或者一拍一个大音符，它如果没有给你画那个连线，底下又没有特意写那个 legato 的话，那你就要断开来弹，明白吗？不能连起来弹。你像你看这样的音，它每个大音符，它让你连起来，它就会画一个大的连线，是不是？让你每个音都连起来，接起来。像这个没有画，你要怎么弹？断奏，是吧？前面也是一样。连起来，这是一句话。但是如果是断奏的话，那就是它每个音你好像都要刻意强调一下，都有那个内容在里边。这不是说，一定是连起来就是好听的，或者连起来就是好的，它有它的意图。
第一先弹对，第二弹流畅以后，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做出来，好不好？好。继续练喽，这时候好吧，这时候我不能给你过啊，前面的时候可以过的啊，好，这时候把它给练好，好吧？你坐位置先这两首吧，好吧？好。好，开始吧。然后没听你的音阶啊，下回再把音阶。你练了新的吗？音阶？音阶新的有没有练过？没有。啊？没有。哪个是新的？那个。那你为什么？没有什么。哪个是要新练的？哎，我不是让你自己 你自己找一条新的开了吗？这样吧，给你一个 A major 好吧。Really? A major。你练了 G major 对不对？那你把那你把 A major。A major 会弹吗？瑞，会，会弹对吧？要试一下，先试一下吧。先试一下，那你弹的是 A 吗？两下。下节课我要抽，好吧，我全部打乱顺序，我要抽的，啊，比如说我可能会让你弹 C minor 的 melodic， 然后 A minor 的和弦 ，E minor 的爬音，好吧，就你这四个调，你要把掌握在手上。C minor、E minor、A minor、G， 哎 ，major 呢 ？C major 呢？啊 ，C major，G major， 是不是还有 F major？没弹过吗？F 没准练掉。嗯。好吧。好。我知道了。谢谢老师。好，弹得不错啊。